大家好，我是刘雨柔。大家好，我是一林营养师。我是桃园市政府体育局局长庄佳佳。运动这件事情，它不等于是一定要去健身房，先养成这个习惯，在你的生活当中喜欢它最重要。所谓的均衡饮食，我是建议要吃到六大类的食物，希望大家时时爱运动，处处可运动，和我一起动起来，自信放运动，努力动起来，我们 GO！